我今年22岁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兴趣是跳舞、演戏、拍照、看海、吃甜点，我的专长是跳舞。后来甄选啦啦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很活泼开朗，然后如果你觉得我有一点台湾味，是因为我来自屏东，所以我也要讲一寡台语。丢。